只要我们俩见面，没说上两句话，就吵架，就吵吵吵，没完没了的吵。可吵完吧，心里还挺高兴的。我是不是特贱呢？我，你摇头干嘛呀？我就是贱，我怎么不贱了？刚觉得我跟他好像好转了，好像就那么有点感觉。他约我要跟我见面，我就美滋滋的呀，我就去见他。可是我见他，你知道吗？他跟别的女孩在那儿腻歪，他跟我说那是他女朋友。当时我就想找个洞，我就钻进去。我一点都不想抽的，我就想抽我自个儿，你知道吗？别啊，你要抽就抽你的。我觉得我丢人，可丢人了。香桃姐最美了，我挺美的是吧？我也觉得我不难看，我也觉得我挺美的。我觉得我找个人结婚挺容易的，可是我就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我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在一块生活一辈子，有那么难吗？爸，我就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有那么难吗？我想跟我爸聊天。得好好聊聊。我去找我爸。爸爸在哪儿呢？哟，发什么愣呢？啊，没事。哎呀，忙死了！刚才又有人想订货。哎呀，你说工期太紧吧，我怕砸了招牌，就给推了。你没什么意见吧？啊，没意见，保证质量。哎，对了，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谢总监没去公司啊？啊？亚亚没告诉你啊？这样的，刚才呢，金董特意给我打了一电话，说你不是最近特别火吗？今天又不知道是谁发了一个史上最帅的原创设计师的帖子，他呢想借你的东风，跟那个海外影视公司的周边玩具设计公仔的事情把他敲定。我就问他这事儿不是谢总监管吗？那他才告诉我谢耀诺这两天都没在公司，也没请假，不知所踪。哎，怎么样？考虑一下呗。照这个接单速度，120万的房贷指日可待。我得出去一趟。哎，你去哪儿啊？我有点事儿。老戴啊，你不能这么杞人忧天。这谢小诺又不是18岁的姑娘，她是一女强人，事业有成，脑子灵活，人长得又漂亮，这需你这么担心吗？怎么不担心啊？她的手机一直关机，我昨天晚上就给她打电话，她关机，夜里打还关，早上起来我打，现在已经下午了，手机依然关机。那这能说明什么呢？那前几天你睡着了，我这打电话你关机好几天，你怎么了？不是，他跟我能一样吗？他的工作性质要求他必须24小时开机，他这样一定是出现什么状况了。出什么状况跟你有关系吗？怎么没关系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前两天我们争吵过，被打了耳光，心情能好吗？
不对啊，上次那打耳光的印度好像是你啊。是我呀，可他的情绪也一定会受影响啊。他跟我吵完，他情绪会没有波动吗？这会让我一定会有关系啊。你至于这么着急吗？我怎么能不着急呢？不是你女朋友？不是，不是，我说你怎么那么没有同情心啊？季晓诺帮助过我，如果没有他介绍大牌记者给我采访的话，我的原创产品不会得到那么多人认可。你这么看着我干嘛？你的同情心呢？你的江湖道义呢？啊，没错，他是跟我是没有关系，是吧？但是我行了，种种迹象表明，你爱上他了。喂。喂，请问是戴古顺先生吗？啊，是我。我是汽油队的经理。您认识谢小诺女士吗？我认识，她在哪儿？今天在回城的途中她失踪了，我们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如果您方便的话，能来一下我们这儿吗？好好，你们在哪儿？我马上过去。等一会儿我也去。这就是跟谢小诺昨天在一块儿的女孩，丁丁，你赶紧给她讲讲什么情况。哎，你好。你就是那个老男人，长得也不怎么样。是不是长得有什么关系？哎，我问你，昨天晚上谢小诺失踪前跟你在一块儿？啊。那他，你们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他说他来这儿舒压是因为失恋了，说他不是嫁不出去，只是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嫁了。可是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哪个男人喜欢沾花惹草？前一天还跟他约会呢，第二天就跟别的女人搂搂抱抱。说你呢，他真误会你的兰菲儿了。他怎么跟你说这些？嗯，昨晚我们都喝多了，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也跟他说了一句话，我后来我们都哭了。哭了。那他最后有没有跟你说他去哪儿了？哦，他好像跟我说他去找他爸爸。哎，他爸爸在哪儿啊？他爸爸已经不在了。他不会真的？这下麻烦了。不是你们这种汽油队，你们有资历吗？啊，你怎么能随便就办呢？啊，真对。你们这种房，行，现在不是论责的时候，冷静啊。你好好想想，谢小诺要是想他爸爸了，能去什么地方？啊，他想他爸爸能去什么地方？啊，他想他爸爸还能去什么地方？扫墓，扫墓，回家。不是，就是他想轻生，是他得有个仪式，找个地方吧他啊。我知道有一个地方，他很可能会去。走走。
真的，他是动真感情了，他反倒不好意思了。哎呀，这天天呢上我那儿去念叨你，哎，然后还喝闷酒，左一杯右一杯的喝呀，一杯一杯又一杯，然后他就跟我说了心里话，哎，说你怎么怎么好，只要你快乐，他也快乐，你要痛苦，他也悲伤。我们俩是这些年的好哥们儿，我从来没看过他对哪个女人动真情啊。真的，请你相信我，相信你猫哥，他主要是不自信，跟你呀，他就没勇气说出来。还有那个，上次你记得他说那个蓝菲儿是个女朋友，你千万别信，那是骗你的，因为他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啊，他心里没底。这孙子全招了，他就想通过这事儿去想看看你是什么意思吗？再说那个，刚才我们在那个汽油队的那女孩也说了，说你也喜欢他，这多好啊！你们俩情投意合，是不是？多般配呀！来来来，快上来吧，快点快点啊！回头才是岸呢。紧急联系人，钱的是我。你的生活啊，可丰富了。你看看，韩剧，我现在每天呀、都要陪老太太看韩剧。谢谢，你看你还这么年轻漂亮啊！年轻啥呀？哎呀，不服老不行啊！可是不想当年了。这是我的答复。听我儿子说呀，中国最近几年呢发展得特别的快，我真的想回去看看。这话你可一定要算话呀，快回来看看吧。哎呦，咱们这儿啊这几年变化大了，现在就是几天不出去外面就变个样。我前一段啊去了趟北京，听说北京啊三环四环五环六环都建好了，听说现在要弄七环。我看呢照这个样子非得把北京啊给圈成个十环一个靶子，那不罢休。妈，跟谁聊天呢这么高兴？哦，你回来了，你怎么说一声？哎，来来来来来，你快看谁，长西叔叔。三儿，这是三儿。叔叔你好。小诺呀，你还记得我吗？哎，你爸爸的老朋友老同事，就是后来他去美国了，你小的时候他还抱过你呢。郑长西叔叔，快叫他，快叫他，快叫他。记得记得，叔叔好啊。听你妈妈说你挺能干，年轻轻的就挣一套房子了。没有，叔叔您千万别提这事儿啊，我妈呀因为这事儿正跟我生气呢。我都说过他了，一定要重视女儿的独立性。我们这位
能够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王贤女士，怎么因为这么点小事儿不高兴了？啊！哎呦，行了，别说了，别说了啊！你上去吧，上去吧，走吧，走吧。我已经准备不管他们的事儿了，以后啊就在家好好享清福，没事跟你聊聊天儿，看看韩剧。妈跟郑伯伯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我这两天不在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了？哎呀，说起来还挺有戏剧性的。这国庆啊，在电视台录的节目，不仅要在电视台播，还要挂到什么视频网站上。妈呢，对这个女婿是高标准严要求，非要让多多教她上网，说要找别的教授的视频，让国庆好好学习学习。就这么巧，他们在网上找到了郑叔叔的儿子，人现在可是北大的教授，多多就给他儿子留言了，很快郑叔叔就回复了，就这么着两人就联系上了，还挺有意思的。关键你还没看见呢，妈和郑叔叔心才热乎的呀。哎呦，整天人两个准点视频，哎呦，咱妈笑的跟朵花似的。哎呀，我说呢，妈怎么对我买房子的事儿完全变了一个态度？不这样挺好的，她也没工夫管咱们的事儿。什么叫管咱们呀？我俩挺乖的，是不是？嗯，我看最受益的人是你。没错。哎，说正经的，你跟那个戴古顺怎么样了？什么叫你也不知道啊？没向你表白？没有，就是他那个开酒吧的朋友跟我说，说戴武顺喜欢我，不过他自己没承认。这就是情场老手的一贯表现。你没听说吗？社会上都流传呢，说30岁的男人要是还不结婚的话，不是生理有问题，那肯定是心理有问题。那要是30岁的女人没结婚呢？那就是太挑剔了呗。这都什么呀，一套一套。哎呀，我们那儿都是女人去做美容，整天都是围绕这一个话题在谈。哎，不行，哪天你去旁听一下呗，学习学习。得了吧，我才不去呢！谢谢你的好意。我倒是不这么觉得，我觉得老戴这个人还挺不错的。这越是满嘴跑火车的男人啊，越不靠谱。这越是嘴上不说的，反倒显得真诚。最重要的是，他心里面有你啊。就像我们家国庆。哎呦呦呦呦，你看这美的呀！二姐夫是好。总不能姐妹残杀吧？去去去，说啥呢？不过这事情吧，都有两面性。老戴这个人是还不错，不过他经历丰富，情感曲折。你看，他明明喜欢你，可还要表现出不在乎的样子，这自尊心未免也太强了。爱情是什么？爱情就是比谁的心更软。你又藏得太深了，又找不见你，所以就这方面而言，我觉得还是好人更单纯些。这都什么呀？我本来想说出来让你给我出出主意的，结果越说越多。哎呦，出主意出再多的主意有什么用啊？主要还是你。哎，你看看你，整天穿着这么休闲，手还插着兜，跟个假小子似的，哪个男人会喜欢？是不是小米？姐说的没错，要想拥有爱情，必须先从改变自身开始。你说你吧，明明有一头漂亮的长发，非得每天上班戴那个假发套，还有这裤子，你就不能穿穿裙子，每天穿裤子？淑女，啊，什么叫淑女 ？Lady， 明白吗？还有这手，赶紧拿出来，一点女人味都没有。去拿条裙子，试给我们看看。
모두 난장판이야. 세종제니 이제 간지 며칠 됐다고. 너네 시장부 이건 무슨 난장판이야? 걔가 없으면 너네 일 안 해? 걔가 없으면 지구가 안 돌아? 그런 거야? 金董事长对你们很是不满意，他认为谢总监离开之后，你们都不会工作了。 근데 말이야, 소피아는 요즘에 표현이 괜찮아. 신인으로서 이렇게 빨리 일에 적응하고. 너네 그 까칠한 저 세종젠도 자네한테 칭찬이 자자하던데. 但是想单独表扬一下索菲亚，你作为一个新人，进入工作角色很快，就连那么挑剔的谢总监都对你赞赏有加。谢总监이 없는 동안 헝타이 회사 거는 자네가 책임지고 연락해봐. 金总，你这个不好吧？我刚来公司没多久，好多还不清楚呢。什么清楚不清楚？年轻人锻炼锻炼就好。 金董，您来了。정말 너무나 실망이야. 你太让金董失望了。 어디 말 좀 해봐. 요즘 어디 사라져서 이렇게 난장판을 부려놓고 나보고 수습하란 말이야? 이렇게 일하면 프로가 아니지. 뭘 웃는 거야? 계속 쫓아도 안 할 거야? 金董，之前的工作是我没有做好。 给公司丢了客户，我心里压力非常大，所以这两天我出去调整了一下。这件事情没有事先向您汇报，是我的问题，对不起，请您原谅。我希望您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把之前的损失弥补回来。当然，如果您觉得我需要接受更严厉的处罚，我也接受。可。 벌칙은 아직 생각 중이고 적어도 반달 공급은 깎아야 돼. 我完全接受. 앞으로 말인데 회사에서는 그래도 자네의 능력을 인정해. 谢谢金董，感谢您对我的信任，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 그럼 좋아. 앉아서 천천히 얘기해보자. 请坐，咱们慢慢谈。 走过，不要错过了啊！来来来来，都走一走，瞧一瞧，看看看，这都是。嘉哥，东子，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呀呀呀呀呀！等等等等，你这什么情况？这是？哎，我这就卖人大口帘子。来来，坐坐坐坐坐，快快快！金董，这件事情有点困难。 因为戴国顺这个人个性很强，我想，他是不会答应的。 보니까 자네 그 친구 그렇게 잘 아는 것도 아니네. 看来你没那么了解。 자네 알아? 그 친구 이미 승낙했거든. 他答应了。 其实 이것도 자네 덕분이야. 자네가 그 친구 키운 거잖아. 이번은 그 친구가 자네한테 보답하는 거란 말이야. 也不能这么说，戴国顺。 本身就是一个很优秀的设计师，其实我就是给他提供了一个平台而已。그 친구도 이 성공하게 하려고 급하진 않다고 했지. 근데 자네는 알고 있잖아. 우리 계약 날짜 말이야. 우리가 어찌 급하지 않을 수가 있어. 세종재. 자네 항상 일을 빠르고 깨끗하게 처리하지 않았던가? 시간이야. 스펀지 안에 물처럼 자네는 있는 거야. 戴国顺하고 오늘 우리 회사에서 만나기로 했으니까 자네 열심히 해봐. 今天呢? 그래 오늘. 이런 일은 빠르면 빠를수록 좋은 거야. 好。
好，我知道了。자네보면요즘에딴사람으로변한것같아总监，他觉得你这次回来像变了一个人。有吗？可能是我的发型改变了。不是，我感觉你그침착해진거고뭐라고沉着。你现在沉着很多，以前那个三点女人哪边去了？我以前很闪电吗？我没觉得呀。你很闪电，很好。嘉哥，最近都忙啥呢？还在玩音乐吗？一言难尽啊！我现在离音乐是越来越远了。嘉哥，要我说你是喜欢音乐的。哎，你看，现在呀，我有自己的一家 DJ 工作室。要我说，咱们还是一块儿创作，一块儿奋斗，这才是咱们的青春呢。好是好，可现在这东西还有人买吗？多的是人，这东西啊，卖的人越少，那买的人就越集中，咱们赚的都是回头客的钱。东子，你不是知道吗？我现在结婚了。我老丈人，我媳妇儿，天天给我上思想课，让我担负起一个男人的责任。这一个月要是拿不回养家糊口的钱，我这心里是真别扭。兄弟，你别说了，我明白。你别看现在我卖打口碟补贴工作室，但是只要 DJ 工作室的生意一旦走向正轨，那咱就不卖这个了。到时候那钱来的，那是一般人比得了的吗？想想。你好，这里是语音信箱，机主不在，请听到董的一声后留言。专业语音信箱？在，我在呢，我在。你玩什么呢？没事儿，跟你开个玩笑。你一会儿要来公司开会是吗？是啊，我现在在玩具工厂办公室呢，一会儿就过去。怎么了？有什么变化？没有啊，就是想确认一下。我刚才听金董说。你接了这次的周边玩具设计是吗？对，哈勒说你们公司也不是很着急，所以我得卖你个面子呀。来了再说吧。先这样。等一下等一下，以后来公司我们就以工作为主吧。当然，本来就是去工作的嘛。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别显得我们太熟，这样不好。明白，要具备专业精神，对吧？一会儿见。跟女强人谈恋爱挺累。这是您要的资料，给我吧。去忙啊！那个，顺便帮我把门关上啊。好的，好的。惊天大八卦！你知道我刚才给 Queen 送材料的时候看见什么了吗？什么呀？我看见他在化妆。化妆怎么了？哎，你不觉得 Queen 这次回来以后像变了个人吗？那长头发，满面红光的，衣服那颜色，哎，你觉得他是不是有什么心情况啊？他是不是爱上谁了呀？苏菲亚，
苏珊。哎呦，艾米，你没发现我在忙着呢吗？切，一点都没有八卦精神。都是错误，这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样的东西怎么可以交上去呢？对不起，对不起，谢总，我马上改。我希望你以后每一个细节都要检查清楚，你知道吗？这样一个小的疏忽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可是谢总，这个我真的已经很努力在弄了，可是时间真的来不及。我知道时间来不及，可是我们看的不是过程，而是结果。我希望不要因为这是你爸爸的项目，你就可以疏忽，你知道吗？不是谢总，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跟我爸没关系吧。他是他，我是我。我知道他现在是公司的设计师，可是我不希望你们因为我是他的女儿，就都拿有色眼镜来看我。你误会我了，我只是想告诉你，职场就是战场，我是希望你更好，你明白吗？哎，戴设计师，哎，金总，干什么在这里？啊，我等你很久了。啊，走走，开会，我们开会去了。我现在去开会，你马上把它改好。还有我刚才说你爸爸的事情，我不是那个意思。上面化妆跟着你爸就来了，你说他俩是不是爱护费？艾米，你我真佩服你的想象力，你没有看见我在忙着吗？请你马上从我眼前消失，行不行？金总知道戴设计师最近非常的忙，感谢你抽出时间来配合我们公司的设计工作。谢总监太客气了，我觉得如果双方公司确定这个项目，我会尽力配合的。戴设计师，우리가일거양득인방법을생각했으니까谢总，자네가얘기해봐。戴设计师，我们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谢总你来说吧。是这样的，我们想借助戴设计师的名声推出一系列的玩具周边产品。一系列周边产品？这不可能吧？我之前跟金董交流的只是挤出时间来设计一个周边产品，怎么出来一系列呢？戴设计师，급해하지말고우리가방안을준비했는데我们想好了一个方案，특별히자네한테부하몇명을준비해서자네가설계할필요없고부하들이설계한뒤에只要在手下做出的设计等一下签名就可以了。配备的手下就是枪手吗？是。啊，那对不起，我觉得这是利用我的名字在搞欺诈。그렇게까지생각할건없고이윤분배방식은자네가설계한제품이윤분배방식과같으니까계산해보면액수도만만치않아분배방식은是一样的，算下来利润也是非常可观的。你想想这种好事何乐而不为呢？设计师有时间的话，也是可以参与意见的。参与意见跟原创设计是两码事，两个概念。谢总监，这个我想你应该清楚，你应该是了解我的。我怎么了解你呀？我是说，我们合作这么久了，
你应该知道，我是有创作洁癖的。当然，我有今天这个位置，拜托的是谢总监的推荐。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个我知道，我会去还这个人情。但是这件事儿，它有违我的底线，我不能做。靳东，就是这次周边产品的预算已经做好了。另外，我们和他们公司的协议也已经签了。您看这事儿现在怎么处理啊？你看怎么办好？这样吧，东西还是我来做，只是拜托你们。多给我争取一点时间。那你的原创设计订单怎么办？我是说，刚才金董事长说，给你找几个手下的方案还是可行的。哎，참대설계사가직접설계한다면요如果那设计师想亲自设计，那我们是最好不过了，我们连枪手都省了。亲自设计。之前我跟你们金董沟通的是只设计一个周边产品，现在怎么出来一系列了？你不清楚这个情况吗？我怎么清楚啊？我怎么知道你只答应了一个呀？我还奇怪能那么多活你都接下来能做得完吗？那就是你们金董成心的。说这些也没用，你已经答应了。其实刚才金董说那个办法给你找几个手下挺好的，他们需要的是你的名气，产品出来自有我们的市场定论，你不用太担心。大柱，大柱，你是做市场的，我们俩最大的区别就是你永远都不会明白，我设计的东西那是我的孩子，我希望赋予它特性，而不是仅仅的迎合社会。你多大了？41。对，41了，干嘛那么天真啊？我告诉你，产品是产品，它没有生命，你知道吗？香奈儿包包真那么好看吗？不见得，就是因为那个 logo Chanel， 所以它就是女皇，就是女孩子追捧的对象。这个世界上，名小说家都用代笔了，名编剧都用枪手，何况你一个设计师啊 ！Stop！ 你一出现这种泄露级的状态，我觉得特别可怕。别人是别人，我是我，我不会拿我的玩具做赚钱的工具。原创也好，周边设计也好，只要署我的名，就得我自己亲自设计。这个理念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只是你记性不好给忘了。你怎么那么轴啊你？就这么轴。我是怕累死你。要效法道的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就是要效法。太棒了！国庆，先发送给大教授。哎呦，太崇拜你了，万宝！谢谢谢谢，真是棒啊！哎呦，哎呀呀呀，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啊？哎呦，你怎么才回来呀？你刚才没看电视里正播国庆的电视讲座呢，讲得太精彩了，而且人的衣服穿得也倍儿精神，头发，哎呀，就是一个字儿帅。哎，怎么样？我说的吧，肯定很棒。哎呀，不过没有看到，终身遗憾啊！哎，什么时候重播告诉我啊？我好好学习学习。夸张了，夸张了，那就夸张了。没有，我跟你讲，这个节目非常好，一旦播出，那我们汪大教授的是大红大紫哦。行了，姐夫，把他都捧上天了。哟，妈，你怎么不说话呀？啊。是挺好的，不过比你爸爸当年还是有点差距。哦，那是那是，我爸是我的老师，他的学术才华无人能及。所以啊，国庆，你要懂得山外有山，一定要谦虚，要低调。好，行了，郑爷视频电话。谢谢啊。老郑，啊，我们一家在看电视呢。哎，哎呦，你说说啊，你说说，这个王新年呢，一天到晚的视频呢，比看韩剧还准时呢。
真是的。喂，啊，宁馨，啊，是吗？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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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那我安排一下，啊，谢谢你啊，谢谢。怎么了？宁馨来电话说，电视台跟他说第一期收视率挺好的，希望我明天能再录一期。真的？哎，我讲的吧，啊，汪大教授大红大紫喽，啊，太好了。但是和你们的爸爸相比，还差了一点。喝点什么呢？不喝了。不喝了？哎呀，哎呀，不是，是谈恋爱的人怎么着，洗心革面了？谈什么恋爱？那怎么不是谈恋爱呀？那你现在跟那个谢小诺不是吗？不确定关系了吗？确定什么关系？那这昨天在沙滩上，这都那样了，那样了，那样了，那样那样，那也是你说的，我说什么了？不是。